你现在给那小老板打电话，就告诉他三天之内跟他老婆离婚，要么永远不要来找你了，要么分开。现在干嘛？这个电话真的要打吗？那你下车，不要打了。我打。开扬声器啊！哎，亲爱的，哎，喂，那天跟我说你跟你老婆离婚，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呀？哎呀，听我解释啊，就是我跟他讲过了，但他不愿意给我平分财产，我已经给了很多钱了。那没事了，我再跟他磨一磨呗，不行打官司呀，你说是吧？喂，亲爱的，对吧？亲爱的，你现在听我说好吗？就是你知道吗，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我特别相信你的能力。我知道就算现在把你扒得一分钱都不剩，随便把你放到哪个沙漠里，只要有一只商旅经过，你就可以东山再起。你知道他跟我说些什么吗？他说就算把我扒光了放在沙漠里，一只商旅经过我也会重新东山再起。这种话你敢说吗？你我完全相信你的能力。那个钱我们不要了好吗？真的啊？那个钱我们不要了。确定？那个钱很多的，能说不要就不要的，你说是吧？好，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也知道我也不是完全没有钱，对不对？我这些钱都可以给你，我这些真的都可以给你，我可以帮助你东山再起。我不想那个贱人不想让那个贱人一直说没有他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你知道吗？我忍受不了这样。亲爱的，你这样我说我真的挺感动的，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啊，这钱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多少我们也要分一点，你说是不是？亲爱的，你知道吗？我跟你之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陪伴你度过那些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我不是为了钱才跟你在一起的，真的，我真的是爱你。我想给你一些幸福的生活。知道吗，你先听我说，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日子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你要么爱我，你就给我一个名分好吗？我不要钱，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没有钱我养你。那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反正听你的呗。那亲爱的，你那边事情忙完了没有？要不我过去找你吧。你别来找我了，我给你三天时间，处理完了再来找我。处理不完就永远都不要联系了。我问你，还好意思说他怎么样怎么样？你想想你自己呢？你有他漂亮吗？你是。我对你特别失望。爱失望就失望呗，我无所谓。你不是说即使你一无所有他也会陪着你看着你东山再起吗？所以呢，证明一下你净身出户，孩子归我，我自己养。你这女的心挺狠啊，钱就是意思是都给你了是不是？我一分钱没有，我告诉你别做梦了，不可能。你不是有一只商旅经过你就可以东山再起吗？那前提也是要有基本的启动资金是不是？我还要养孩子，我不会在家，而且你那是……你就是眼里除了钱就是没有别的了是吧？你也分不到钱的。谁告诉你啊？我会请最好的律师，到时候你分的钱就不会有今天谈的那么多，你到时候不要后悔，告诉你。那我们就法庭上见。行，就5万块，只能5万块。行。你说的，我明天我就把离婚协议签好了送给你，记住你自己说的话，不要到时候说话不算数。我不像你会变心。行，你记住你说的话就好。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以后别再来找我麻烦了。别开玩笑，真没开玩笑，这个我知道你考验我是不是？没有考验你，谁他妈考验你啊？这就是我男朋友。哎，我都已经把离婚协议签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哎，你咋回事啊？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先上车。上什么车？偏不上车，操！哎，怎么回事啊？